还有谁没？那里这边呢？哦，幼犬，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成犬配方。哇！你啦，对你来讲，养宠物真的是不便宜耶喂。喵！你看到这里的话，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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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很凶耶，它的颜色很凶耶。你觉得这包够多少只狗吃？大概20只。二十只啊？这一包大概够20只狗吃，所以就拿它啦。你要单哦，走。What's up？ 大家好，我是阿元，阿是阿旺，然后他，这个不用啦，这个不用啦，小明啊，随便啦。对，我又在车上做我 vlog 的开场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干嘛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刚才呢就去宠物店买了一大包的狗饼。我原本打算买两包，但是我觉得一包应该够了，因为我们问那个 cashier 那个人，我们预计一包应该够喂饱20只流浪狗。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去买一包狗粮，然后去街边找那些肚子饿没有东西吃的那些流浪狗，当一天狗界的神。今天呢，我们就会带着那整大包的狗粮去街边找那些肚子很饿然后很难找到东西吃的那些流浪狗，然后把它们一只只喂给它饱饱。小明，怎么你要吃啦？你肚子饿了啊？忍一下先啦，等下就有的吃了。哦，便宜你不吃啊，你吃贵的啦。OK， 所以我们这个买的这包狗粮哦，是羊肉加米口味的，它没有写着。然后希望那些路边的野狗会吃到开心啦，因为他们应该是这一生人里面应该是没有几次有机会可以吃到狗粮这样子的东西吧，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来喂饱他们啦。Hello， 喂，小伟。哎，我们就在这里下车啦，在这边附近找一下有什么野狗，然后我们喂完了过后，我们再去别的 area。开得到吗？狗狗，狗狗你在哪里？你有在吗？没有。狗狗，哎，我找到了哦，快吃。快吃！哎，有了有了！他吃草哎，他生病是吗？应该是。他吃草。他刚吃了一点。哎呀，掉了！够啊，够啊！起来，我这够了喂，够。一万个鸟。来一次。喂，白痴。我觉得他生病啊，因为刚我们来的时候他在吃这草哎。生病的狗有吃狗粮的没？这边还一只。过来 ，OK， go。来，来，我来跑到家。Come on。万一阿尼坤担心。你放在这边啊，他等下就会过来哦。啊，我放在这边啊。Yes。来来吃来。这边啊，几个嘞？自己来，自己来，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认住我们的脸啊，我们是你们今天的三位狗神。好啦，我们走啦，放在那边，他们就会吃好啦。就是一个 area， 我们倒一碗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不走，他们就是不会吃的，他们觉得我们是坏人。有两个地方有，是啊，他都找不到。是啊。吃了没？还吃这了？好了好了，我们走了，给他们安心的吃，你看啊，一个人吃到完哦，极开心极享受，没有人跟他抢，一个人吃完一餐。那只也是。这一餐应该够他温饱了，还有那一只，那边吃到极开心，你看，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别的 area 继续找了。
OK， 我们现在到这个 area 呢，我们目前是看到这边有很多只流浪狗在那边走来走去，所以我觉得这一区应该够我们喂半个小时，应该有十只野狗吧。这边你看，这边就一只了，然后那个 area 也是有很多只在走来走去，那边有其中一只还在吃着垃圾的食物，然后该哦，在这边呢，啊，这边还有一只，哦，你一次给我倒一个碗，慢慢倒给他们呢，分开倒呢，你要不要吃一点？我不饿。你们看，这样大包，我不觉得这边喂二十只狗的话可以喂得完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啊，他开始吃了，他开始吃了。刚开始他不会直接吃，因为他有那还有那个戒心在那边。啊，对，他现在没有戒心，会很抓。那这边一只，这边这边这边，我们这里就可以。这边干干的地方，放了我们就可以走了。OK OK， 可以来吧，这边。在前面那边，前面。前面，你不要，你们全部看着啊，赶紧用那边。OK 了 ，OK 了，我们不要看着啊，我们看着啊，不会吃的。好像要抓啊这样。我们走了，我们走了，给他安心的吃。可以了，他知道我们是好人了，你看。还是来吃的，你看那边还有一只，你看这是要几双，这是，几开心，真的，他们好像要打架这样哎，是，麦克啊，死不让让，真的，啊，你看这只是要几双，够了啦，我放的量很多啊 ，OK， 我们发觉哦，我们给他们的量哦，他们都吃不完哎，他们只吃了大概五分之一。还有剩很多在那个地上那边，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那个狗粮太大包了，然后我们能喂多少就喂多少咯，因为可能他们晚餐饿了的时候又可以回去那个地方再吃咯。你们看这一区一只狗都没有，一只都没有，还有这样多。你们看我们该给的这边很大量，我们给了这样多，他们只吃了五分之一，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这大概有半碗的好像很浪费这样，如果他们不要吃的话就很浪费。啊，天不作美，已经下雨了。哇，你们看那边的天，乌云密那个布勒，所以那些流浪狗应该都跑去躲了咯。我看应该也是很难喂到，你看我手上还有一大碗。不要讲手上那一碗啦，后面这一大包我不讲。是哦，我觉得那一大包是不可能喂得完了的啦，所以就给小明拿回去喂他家的猪八戒啊。阿旺喂他的小肥啊，他的小肥很可爱啊。我的家没有养狗，所以我拿回去没有用了。OK，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区呢。虽然讲我们现在是没有看到什么狗啦，但是我们平常我们知道这边平常呢是有很多只野狗在这一边的。然后虽然讲现在看不到，但是不用紧，我先下车倒一点分量在那个地上那边，然后他们过后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吃了。可可，再接再厉。摸啊，够吗？你觉得这边够吗？够啦，够手。它的毛很美耶，它的毛很美。OK， 我们再找别只 ，Let's go。哇，那只彻底相比，没有木啦。怎么在那边淋雨？它一摸呢？它跟女朋友分手了。不要这样啦，女朋友没有了再找过。真的，世界上有这样多女人分了，我再找啦。你先吃看，真好吃的，吃了会有木的。你看，
他真的很没有问嘞，也看不出他表情嘞。他好像失恋这样哎，我觉得需要放一点 emo 的音乐给他。剩量多嘞，江半，你拿去泡梅咯，喝掉啊。你泡梅咯，给他们弄更好。他们就是不要了。因为那时候忘记拍到这个影片的结尾，然后现在就特地来补拍这个影片的结尾啦。对于这是喂狗粮的这个东西咧，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啦。虽然讲那整大包的狗粮只喂了那一点点，还有剩很多很多的分量，我们是没有喂完的，因为那时候突然间天气不作美，要下雨了，所以我们就无法继续喂下去，因为所有的流浪狗都已经跑去躲起来，跑去避雨了，所以那整大包狗粮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喂到完啊。然后我也把那整大包的狗粮给阿汪和小明拿回去喂他们家里的狗，我相信那整大包的狗粮应该够他们家的狗吃两三个月吧。OK， 我相信那些流浪狗在那一天突然间有这样好吃的狗饼可以吃的话，应该是一件蛮幸福、蛮开心、蛮美满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啦，因为如果他们是很难得才会有一餐温饱的话，我觉得我们突然间这样为他们送上狗粮，他们应该会觉得蛮开心的。OK， 好啦，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啦，各位原子弹们，我们下集见。